格力，中国制造业的实践者，多年来始终坚持自主创新，积极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不断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，全球首创一赫兹变频技术，大幅降低空调耗能，双极增函变频压缩机技术，三缸双极电容压缩机技术先后获得国际领先认定，使空调既可在极寒中强劲制热，又能在酷暑下强劲制冷，拓宽了地域与温度的限制，为用户创造舒适的生活。创新是格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，在智能装备领域，格力也早已展开全面布局，目前已推出系列化工业机器人，可实现最高 0.02 毫米的重复定位精度与每秒5米的 TCP 速度，极大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，可替代人工进行复杂繁重高危作业。此外，五洲联动加工中心重复定位与加工精度分别高达3微米与5微米，使加工叶轮、船用螺旋桨、重型发电机转子等复杂曲面零件的利器，为我国航母及潜水艇制造打下坚实基础。现今格力建成工业机器人、数控机床、自动化集成装备以及钣金注塑装备四大产业园区，为航天、核工业、高速铁路、精密器械、新能源、食品、文具等行业提供智能装备产品及自动化解决方案，助推传统制造业整体升级，让智慧生活触手可及。在现代化工业革命的历史演绎中，格力不断探寻精密模具的技术革新之路，先后开发出仿真技术、自动化模具设计技术、3D 打印技术以及行业领先的加工自动化应用技术，加工精度达到正负1微米，满足家电、汽车、马达铁芯、电机塑封、不锈钢厨具、医疗器械等多样化加工需求，用品质与服务营造多彩生活。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，基于对让天空更蓝、大地更绿的追求，格力深入探索新能源领域，研发出继 IEMS 局域能源互联网系统，将能源智能化调度及管理变为现实，为家庭、工厂、社区、园区以及城市提供完整系统解决方案。搭载继 HIEMS 系统的光伏未来屋，可用于海岛住所、农牧民家、通信基站等电力资源匮乏的场所，还适用于沙漠、雨林、沼泽、南北极等恶劣环境下的野外科考、地质勘探、能源开采、工程建设以及灾后重建等特殊场合。继 IEMS 局域能源互联网系统的普及，将有力促进全球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，引领绿色环保生活新浪潮。面向全球，格力已为人民大会堂、南非世界杯、里约奥运会、北京地铁、中国尊、珠海大剧院、港珠澳大桥等大型项目提供了系统的服务。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格力，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，已然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中坚力量。展望未来，格力将继续秉承科技创新，以责任担当为追求，以技术突破为方向，以品质产品为载体，协同共建美丽中国，在为全人类谋求美好生活的进程中，再造奇迹，再创辉煌。